你这摆是咧甲我搬关系，啊我嘛看过讲伊嫁到一个查某咧，个个甜的咧，啊伊是未爽使会啦。我靠，讲我袂爽，我干那是要搬出去住尔啦。你搞收入不稳定，然后那个生完之后又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，反正我现在需要钱。你想好了好啊，我要卖出去做，互你卖后悔。你是要创啥？我是单亲文英某，老人的爱情很复杂。 相处了一辈子，然后现在，你跟我看到我的爱人了，哇！不行，太热了。啊，你外口是不是有查甫人啦？好个呀！是倒一个三八的在问下。无囡仔进前吼，咱两个人是安怎过日子的？我嘛袂记。哪里？ 你敢会搁转来等你的家啊？无，我要去倒。结婚了后，我敢要搁有别的家。我变穷人了，完全活在金字塔下最底层的那一群人。文轩，还是我们都会好好的。 这间厝已经不是我的，你卖已经不是我的啊！你头先讲啥？我讲我买你的厝，我著甲店长借一寡，佮拜托伊熟识银行斗相共啊，所以反正即马即马，这间厝已经是你的啊！哇，你够牛的，这间厝永远拢是你的，我嘛是啊。